大家好啊，我是林子宇。今天呢，如果你我会教你们做一个洗笔洗数笔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啦。我会教你做的，那我执一执张台再开始啦。好，那我预备了，好，预备好了张台。那你需要的东西呢，就这一块胶片或者一个波啦，咁同埋溶膠槍係必要嘅。咁你想加啲 decorations 啊，你自己加咯。咁主要就係咁樣整。咁你 heat up 咗啦，咁呢個熱咗啦，咁你就可以啲花紋喺度，可能一點啊，波浪紋都得，不過唔知得咁靚。咁樣啦，咁擠曬成個咧就好靚噶啦，單單睇下，不如。